《延禧攻略》正在热播中，网友被剧中魏璎珞与傅恒之间你来我往十分甜蜜的同时，也被剧中十万伏特的电灯泡的海蓝茶的蠢萌给圈粉了。海蓝茶作为傅恒的好兄弟，每次的魏璎珞和傅恒甜蜜的时刻总能突然到来给搅局，但是他心性善良，并且作为一等侍卫智勇双全。海蓝茶扮演者叫做王冠，是新加坡男演员、歌手、模特、主持人，精通中英日三国语言。王冠一刚开始是以男子团体的身份出道，但是却因为被近人扰乱了行程表，出席活动晚了，被批没礼貌，甚至还被逼迫下跪道歉。后来他回国转做演员，出道多年的他却一直只能在多部电视剧中出演小配角。王冠一在电视剧《海洋之城》饰演一位国际邮轮大副，身穿有金色滚边细节的深色制服，在阳光下低头沉思，散发出浓浓的荷尔蒙味道，型男魅力爆棚，外形俊朗，五官深邃的王冠毅眯眼微笑，俏皮中透露出一丝大男孩的稚气。王冠毅在电视剧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中饰演坏小子庄千崖，他还和秦岚、严屹宽上演三角恋。王冠毅褪下华服，露出完美上身，健美的肌肉线条加上帅气的面孔，疯狂吸睛。王冠毅在电影《超级 APP》中饰演韩晨，一个天才程序员，还和秦岚饰演的秦岚饰演人工智能 APP。上演一场追爱剧，《延禧攻略》中萌萌的海蓝茶竟出演过这么多电视剧，难怪这么多的网友喜欢他。